床了，加油，爱们，大家早上好。今天就要转移阵地了，和战友们一起到上面啊，参加云顶保卫战，是模拟的啊，上面有飞机、大炮、碉堡、坦克都有啊。吃个早饭，就准备上去了啊。战友们的伙食还是不错的啊，稀饭、蛋炒饭、油条、馒头、鸡蛋，还有这个咸菜、山芋。战友们集合就餐，食堂好。你好。谢谢杯子里面吃的菜啊。好的好的，谢谢你。谢谢好好好，你看。等吃完了就。哎，你看，迅速性女战士把我饭已经准备好了，谢谢你。哎。战友们都就坐吃饭了。早上没有生姜辣椒啊，所以我把饭菜打回来吃了。生姜辣椒早上吃惯了，他这里也有小菜啊。哇，早上喝的稀饭舒服啊。早上他们8:30集合云顶保卫战，我来给你，我稍微查了一下啊。云顶保卫战发生于1940年10月6日、10月13号，日军第15师团以及116师团各一部，伪军3000多人，共计10000多人啊，组成步骑炮空联合兵种，但最终徐世军还是获得了胜利啊。今天呢，他们就是模拟云顶保卫战，上午8:30，待会我要上去啊。今天天热，你看这一身戎装穿着。也很热啊，受不了啊，还是开着房车上去啊，他们坐装甲车上去，我就是开着房车上去，走了，出发了。前面那个新四军女兵在给我带路啊，这就是5号兵站啊，我房车。啊，好的好的。你打我电话。好的好的，谢谢你谢谢你，慢走，新四军女兵。房车就停到这里了，今天晚上我就露营这里，看这边。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4军5号兵站，这边是云岭红色小镇军事饮食体验中心，云岭保卫战模拟战场将在这里举行，带你们一同进去看一看。这里我所拍摄的飞机、大炮、坦克都是模拟的啊，来带大家看一看。歼7是歼7飞机，都是模型啊。歼10，歼10飞机。这边还有个枭龙战机啊，这边歼20，这边是坦克，大家看一下，这个坦克都是能走的啊，虽然是模拟，它都是能走的啊。前面就是云岭保卫战模拟战场，我们进去看一下啊。看这边日伪军的岗楼啊，这边是新四军在战地拍摄，这里是新四军在破坏日伪军的这个通讯线路啊。这里是机枪，攻打这个碉堡啊！这是日伪军的机枪、碉堡，进来看看。这碉堡还有楼梯啊，能上去啊，确实能上去啊！你看，真实的能上去，我上去看看啊。这是2楼，两个伪军逮到一个这个叫什么张树连，金县云岭人，中共党员，云岭呼救会主任。在皖南新四军突围中，为掩护新四军突围，勇担向导，身负重伤被捕。这个3楼就上不去了。到这上面看看啊，这上面还有2门炮，这个应该是37炮，这边应该是664152加农炮。看这边应该是新四军战地医院，新四军的炊事班。这边还有井，这桌子新四军在这吃饭、喝茶、开会的地方。哎呀，这要拍影视剧啊，这个确实看起来很真实啊。这个地方应该是新四军作战指挥部，皖南作战地图，底下也沙盘。今天战友们的演习应该是很精彩啊、哦！他们在这里，你看布置了这个火药吧，是火药吧，师傅？有声音有图像，有声音有图像，太好了。来看看这个城墙啊、哦，边上还有岗楼，这边金城应该是金县县城啊、哦。把云岭保卫战模拟战场简单的和大家介绍了一下。待会我的战友啊来这里，是否能模拟出当年战场的那种紧张气氛？我们拭目以待。日军在吴国进进了10000多人，
决定向我云林地区进犯，我们要利用游猎底薪设置善道防心，阻止地军的侵犯。大家有没有信心？有。村长到，由你组织部队开进。是。各部队组织集中开进。报告首长，前方发现大量日军。从战场上下来了，就是等太阳下山来整点啊，就两个菜啊，而且都是熟食。这个是鸭板鸭头，这边是凉拌的凉皮海带和黑木耳。毛不子桥老雪录音在云岭这一片红色的土地上，这第一杯酒依然敬革命先烈。今天天气很热啊，33度。战友们模拟云林保卫战，他们体现了什么样的一种精神呢？就是一个传承精神，对革命先烈精神的传承，不忘初心，牢记使命。还有就是担当精神，勇于担当起传承和弘扬革命精神的使命。还有一个就是爱国精神，通过这种模拟啊，表达对国家和民族深厚的感情。这帮战友有的岁数比我大，有的比我小一点，都是来自五湖四海啊。他们的这种精神，战友朋友们，我们一起共勉，来敬你们啊！哇，哎，夏天还是摆的不行，太热，今天。摆了不喝了啊，今天就喝一杯白酒，然后这个啤酒啊，这个啤酒是两斤装。来，战友们继续敬你们，太热了，冰的，喝的心都舒服。哎呀，自己拿手干啊。我这里还有辣椒酱，
转眼天快黑了，山里晚上也凉快了。来，哇，我喝啤酒还是不行啊，两斤干掉了啊。喝点嘛，不喝不喝，谢谢谢谢，我不喝酒，不会喝酒。是这边的工作人员，人特别好。今晚住这地方？啊，我晚上就住在这里。哦，我们是邻居，邻居。邻居对。天也黑了，搬到房车里面来了，外面蚊虫还是多，你看晚这么多菜，吃不了，确实吃不了。户外呢，怎么说呢，我这人喜欢在户外喝一点。有好多网友提醒我什么酒驾，我告诉你，这是原则性的问题，是底线。我在外面，我还是那句话啊，喝酒不开车，开车不喝酒。虽然我在视频里面天天喝酒，那也是必须要喝酒，露营不喝酒就没有灵魂。感谢善意的网友提醒，还有那些不善意的朋友啊，我也都希望你们开开心心啊，我们人生都要开开心心。那这杯酒我敬你们。这里到射线是100多公里啊，明天无论如何我要赶到射线，这杯就干掉啊，明天我们就射线见。